家出了 CD 鞋，现在 EZ 已经有正面战场的一个战斗力了，一箭没有射到，一技能拉开距离，不过后面还有小虎闪现，还想闪火，后面这边有危险，直接被秒掉了。那这边宝蓝怎么说？宝蓝也很尴尬，反身 W 顶一下 W， 德山这边进场打了一下小明，小明有水银的，德山不想关，但第二时间再关的话，小虎这里感觉也被带火了。嘎啦这一波，嘎啦泥王走也走起来了呀，打了一个零换三，这波而且血战，而且德山一个位置，德山这个位置要感觉输出高地要没了。卡牌可以开大，这波有机会吗？哎，正面先射了个菲柔斯，想杀吗？好像并没有，没关系。卡牌在后面定了一个发条，朱克没闪的这个魔，后部这边反而要打小虎，小虎这边血量有点低，哎，又没拉到，在这边小虎怎么说？但小虎这边反倒被留住了，哎呦！反他打招还好没拉到人，如果拉到了人就是一个溃败。嘎啦没在怕的，嘎啦好顶，闪现上去，这个时候要逼着一个人，逼着 IG 四个人走，哇！哎，真的，嘎啦没在怕的，嘎啦没在怕的。这一波火灾动威武船战 BLG 在正面战场是有一些优势的， BLG 可以先打对方的前排了，是的，平给这个位置，哎，直接给这波好果断呀，但是没有人跟得上，怎么说要小心，猴子被看住了，猴子被找到了，平给顶在前面死不掉，哎，但是寓意这边怎么办，寓意这里有闪现能拉开吗，要找对方的寓意了，女坦反掉被秒，女坦交出了闪现，他没有死，但是他的位置很好，警察给大了，这边推了一下，推到对方的后排，两个人啊，完了，要被秒了。但这边猴子转的还不错，骑兵直接被秒了，伤害不够，伤害不够。这边有红刀，哎呀，没有杀掉，恶魔流子收割的舞台来了，两个 ADC 全被秒，现在达到一个三杀，还要继续的追击，结束了，一波闪现，直接可以一波四杀，一波基地，哎，这边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这个时候猴子在旁边 ，run 龙很关键，这一波。龙反身一箭没有射到，宁王没有抢，宁王进去了，宁王进去了，在这边拉了对方两个人，龙虎进去关谁？特别大招，宝蓝被直接紧张紧张拉到一个人，这波感觉要爆炸了，但是这个猴子的转眼很关键 ，EZ 输出的位置怎么样？哎，死了 ，EZ 这边输出还可以，走下顶到了最后，右里也要被带走。给我砸！我要抓小虎吗？小虎这波开晕，小虎这波怎么说？你的障碍太高了，继续后面打起来，闪现拉四个，但没人能跟上啊！又推了一下，哦呦，这主在身上拍过来好多人，你的姐妹要到，已经被杀了，但是后续就沙皇很顶，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沙皇啊，沙皇还是被换掉，但是这边三个人应该是可以结束这场团战，二换三双 C 换掉，但是杀了而已五个人。